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热力追气。我们今天要拍的车子呢，就是这一台 Toyota 在1984年推出的 AE86。OK， 我知道我们热力追气呢，目前拍了30几集，终于要来拍这一台大家最熟悉的 AE86 了。我知道这时候观众一定会想问，阿航，为什么你要这时候才要拍 AE86 呢？第一个当然就是除了大家对它非常熟悉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那就是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款 Hero Wars 英雄征战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款游戏的主角非常的熟悉呢？没错，就是广告中每次看到都在死掉的那个啊。原本我以为那只是一般的广告内容，想不到游戏里面是真的会有这样子的解谜关卡哦。英雄征战是一款奇幻 RPG 养成游戏，玩家在游戏一开始就能拿到我们最熟悉的那只英雄加拉哈德。嘿，没错，他可是有名字的啊。透过不同的战役击败关卡 BOSS， 并收集其他英雄，就像是我现在超想要拿到路福斯这只英雄啊，因为他拥有超实用的坦克技能。除了路福斯，谁还会去用盾牌撞人啊？在这游戏可以去寻找你最喜欢的角色。总共可是有130多个任务能跟敌人战斗啊！目前游戏中有50多位英雄，每个都有各自的独特技能，玩家可以透过战役获取装备来帮助英雄升级。当然，这游戏也有不同的英雄 skin 可以更换。游戏中除了主线，也有不同的战役模式。如果等级达到30等，就可以加入工会，与战友一起挑战强大的元素首领。除了可以进行工会决斗，还可以使用泰坦来进行战斗哦！而且我觉得这款游戏很酷的就是，全球已经有超过1亿的玩家在游玩了啊！之前我真的超常看到这游戏的广告，但我都没有载来玩。现在实际玩下来才发现是一款轻松有趣的角色养成游戏。到底有多轻松呢？现在只要加入游戏就能够获得5个超棒的英雄，第五位还是个神秘英雄哦，你们下载以后就知道了。而且还可以获得600颗绿宝石和30000枚金币的酷炫礼物。大家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码，或是从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下载游戏。就让我们在英雄征战中相见吧。好的，没有错，就是因为大家太过于熟悉了，我才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来拍这台车子。但是热力追气这个系列呢，就是要看着这些名贵的跑车呢撞稀巴烂这样子。那至于这个 AE86， 你们这么想要看它撞成碎豆腐，好吧，那么各位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开这台 AE86 了。这台 AE86 呢，这边已经有这个藤原豆腐店的 logo 印在上面了。那大家都知道 AE86 呢之所以这么知名，当然是归功于头文字 D 这部动画啦。另外以及它的车子设计是用前置引擎后轮驱动，再加上它的车子非常的轻巧。那我们看它第一人称呢，当然是一个右驾的版本，左边它也可以看到那个手摇式的天窗，有没有？现在应该没有人家里在用手摇式的天窗了吧，应该吧。然后这个模组呢是找到了这个氙灯的版本，对，你看这个灯哦，一开一关非常的帅气。那这一台Toyota当年在原厂设定呢是 1587cc 啊，最大马力呢只有130匹。那这辆车子的故事呢真的太多了，有兴趣的观众呢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查一查一下，讲都讲不完啊。如果要我随便讲一个呢，那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AE86 它不是这台车的名字，只是这个车架的号码而已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前面这边有一个特雷诺的英文 logo， 这个就是 Toyota 它的 Corolla 系列里面的其中一款。只能说这台车子真的是有太多故事了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废话不要再多说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去给洛圣都的改车王，把它进行一波爆改吧。 Let's go。 好了，我们即将到改车王这边，来，老板改车咯。右下角直接写了跑车两个字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改装品吧。首先是护具这种一些性能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改过去哦。然后这边有个前保险杆，哎呦，这好多保险杆可以选哦，选这个好了。碳纤前扩散器，这个名字也是够酷。那这个呢，这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这上面会有一个排气管在这边，这也太呛了吧。然后还有一个拖车钩在这里，改这个好了啦，有这一点点小尾巴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哦。然后底盘的部分哦，可以改防滚架是不是，哎呦，连椅子都改成 Recaro 的赛车椅，而且只改驾驶座这边啊，这也太酷了吧。哎呦啦，两边都有啦，这个是两边都有，那我们就给它改两边都有，加上防滚笼，增加我们这个车体的刚性。排气管，哦，这排气管也太凶了吧，这个
大只佬排气管，这也太好笑，改这个好了，铬合金的排气管，然后水箱护罩这里也可以改，好，我们先改最后一个，把它移除掉，然后再来是引擎盖的部分，引擎盖不开玩笑，肯定是要上这个卡泵的，然后给它改个通风式的啊。涂装的部分啊，原厂涂装是把那个藤原豆腐店拿掉了啊，这个是连灯这里也改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不错。那这个是全白的豆腐车，那再来呢？哦哦哦，这个也太帅了吧！这是哪一个赛车的涂装啊 ？Need for Speed， 这也太酷了吧！还有呢？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一堆品牌的名称在这里，然后中间这一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我不熟啊，我不知道，知道观众在底下补充一下。好，再下一个，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宅啊，这些是什么？我根本没看过啊，我只是觉得好油哦，哦，这个我不太行哦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这个一般 Toyota 的86，我们就装这个好了。然后再来侧裙的部分也可以改，那我们就改这个好了，对应到这个 PP 这样子哦。这86怎么感觉好像有点爆改哦？哦，这个尾翼，尾翼很多只呢，这么多尾翼，哪一个比较好嘞？这个好像不错，这个高扰流尾翼版啊，就装这个了啦。好，那应该差不多了。今天这个单机版的爆改86完成了，我们今天就开了这台爆改86，在洛圣都里面给警察好好的追逐一番吧。Let's go。5 4 3 2 1 OK， 现在五星通缉开始 ，Let's go！ 哇，这个86的起步感觉有点不妙啊！哎呦，警察叔叔一开始就在我这个头顶上射了一枪啊！这个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我们稳稳的开就好。这个傍晚，你看这个夕阳在这个海平面上，我在看夕阳啊，警察大哥。直接给他拢了也是哪招啊？啊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我想说，看着这个美美的夕阳，这样子开着86，不是很惬意吗？对不对？哎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呦，这天空上那云是怎么回事啊？动得很快呢！这个爆了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哇，来这招！想放鸡爪钉搞我？扭一下。86这个低速好像还不错哦。好，我们快要到第一个点了。来，我一直很期待这个新版的热力追击赛道开这种86在山路会怎么样哦。不过我觉得这个86目前开起来，它的转向度好像是还好，没有那么的甩，它的抓地力还不错。完蛋，我这，哎呦，警察是一个 gank 啊，他在拖我们秒数啊，眨眼。来来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我怎么觉得那个直升机，很接近，是不是在那边800英尺？500英尺要降落了，不要降落在我旁边哦！压起来，小心哦！哇，我前面的车头已经烂掉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才刚开始，这，警察大哥，不要这样子吧，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。哇，这一段山路真的很危险哎，会让一堆警察叔叔自己出事，爆炸了！你看，还敢降落啊，警察叔叔啊！最近应该大家都懂这个梗吧？啊，小心！弯走，哇，不妙，86的速度很慢，很容易会被抓到啊！我现在左侧受损很严重哦，走里面一点。哇，这个夕阳这样打也太漂亮了吧！这 GTA 都不 GTA 了，哇，好亮哦，感觉有点刺眼，怎么回事？小心前面这个路障，转一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要撞上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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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漂移了啦，这个山路这里，很极限，很极限。它的转向没有那么强，然后再加上它的马力也不够大 ，GTA 这个改没有办法把它改像动漫那样子那么夸张啊。不是啊，警察大哥们，我这样子回不了赛道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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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他自己刚好下去，谢谢谢谢，给了我一个空间，感谢哦！快快快，直升机跟着我们了，今天这一集又要拍很久了。我难得一个漂亮的滑过来，你们这个直接过来是哪招？两台车把路挡死了哇！钻这边，可以可以。哇，这直升机真的超低的嘞！完了！一堆警车，快跑！完蛋了，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一集有可能会拍不完。它引擎室如果受损的太严重，等一下可能开一开就没动力了，运气差的话还会被警察叔叔给打爆。撑住啊，86要为头塔的钣金争一口面子。哇，前面那个夕阳真的好漂亮。哇，我到底是来开赛车还是来看夕阳的，看不懂。来，前面一个大 U 弯，转转转过来，哎呀，
你们扭掉那警察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扭得掉那警察叔叔？前面这边找一个直线，我们要氮气给他 turbo 吹了喽。哦呦，路障很多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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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也不行，让八六破个200公里吧，拜托，不然我们八六很可怜。就这里，冲啊！哇、哦，太乖了，出事啦，刹车！这转回来，没事，还好还好。八六的动力实在是不优啊！小心，脑子扭不过去，直接硬撞。而且怎么路上有一个野生动物在乱跑，转上去又要跑一段山路了。小心小心，吃一下 ，OK， 硬吃点，然后转过去。我这个。我没办法预测这警察的动向，哎，他还跟要走不走的，哎，这市民怎么直接朝我撞过来？不对吧？哎，市民大哥，你这个要被逮捕了吗 ？No！ 现在警察多少？两台可以，我三台，不妙不妙，哎，转这边，扭过警察叔叔，扭，可以，好的，哦呦，小心。哎呦，他每一个都从对象那样子刷过来，真很恐怖哦！我不会停下来的，你们叫我停下来，我都不会停下来。走这里，直接切内线，走草地上犯规 ，OK 的啦。哇，真的很难开哎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我用方向盘，然后开着 A86， 这怎么回事 ？What the？ 哎，不是。你们两个警察是接济是不是？一个把我顶起来，一个把我撞飞出去，直接弹射哎！哦，不要这样欺负我们豆腐车，我的豆腐已经碎光光了。我前一阵子不是有发一部 GTA 线上版那个什么爆改86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才是爆改，只是这个爆改的速度很慢而已。GTA 线上那个速度还比较快，还比较好开一点。这个开起来超拖的，它的引擎是蛮不给力的。然后今天就慢慢开啦，现在七分钟到这里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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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，这边弯过去 ，OK。哇、啊，这地板好黄哦！哇、哦，那直升机影子超大一个！哎呦，这，我靠！给个机会，大哥！哇，这个豆腐真的已经碎裂了，不要再撞过来了，市民！哎，扭过来，扭过去，撞掉他的三角锥 ！Oh my god！ 我的屁股后面随时都有两台警察叔叔在黏着我，我这怎么开？小心！哎，失控啦！他撞上来！我！哇、哦，这个太暴力了吧！哎、欸，最近洛杉矶的警察很凶哎、欸。哇、哦，这个也是没得减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又是怎么回事？哇、哦！哦 ，no！、哦、我刚刚觉得我轮胎要爆掉了，可是改防爆轮胎应该是不会爆吧？顶多就是卡住而已。目前钣金没有把我的轮胎卡住，还好。走旁边，我一个撞到这边，傻眼。想说帅气的走旁边这里，结果一个洗白，哎、欸，好多警察，好多警察，不是啊，你们不能维持像上一集那样汉堡车稳稳的吗？好不好？直接消失不见在我面前，一定要这样增加难度吗？我现在的转向好像右转已经有点不太灵敏了，来走这里，躲过直升机的追气，我起飞。这个八六有点歪歪哦，糟糕，糟糕。哎呦，稳的稳的，很稳很稳，完成了啦！哎呀，可惜被这卡车司机给他撞了一下。No！ 不行不行不行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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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好很好，这一段都没有警察叔叔。哇，这甩不起来，甩不起来！我尽力了，各位，是我技术不好吗？怎么甩不起来？应该可以呀、啊。感觉就是他原厂的那个作者参数设定哦，不是那么的好飘的样子。哎，也可能是我太废了，黑娜，对了，我太废了，好吧，我承认我太废。哎，我钻过来，yeah， 非常的 close 啦，走在里面 ，OK， 我这个打保龄球你啊，麦拉伦那一台，有没有左右飘忽不定，吓死人了，这警察，猜猜我要走哪里？我要走这边哪、啊？这个柱子，先这一集警察真的太难缠了吧，各种在那边弄我、欸，哎。哎，我他怎么停住了？我靠！快要到终点了，我应该不会在终点前一刻大爆落赛吧？应该不会吧？这里很稳吧？这里轻轻松松的，还、哎、要吃到点啊！小心的市民！哦，警察在路障那边把鼓！哇，前面的路障怎么回事？哇，你们这个路障是有史以来挡的最好的一次啊！哎，为什么三个警察叔叔圈到？哇，我这一个打保龄球呢！哎呦！哦哦哦哦哦哦，
这画面有点好笑。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！今天这一集好累哦。哟哟，好险我提早转弯了，是不是想顶上来？来，感谢警察叔叔们的追击啊！逃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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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人！来，我们开了个安全的地方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热力追击呢，最高速度来到了214而已，总共花了11分34秒完成的赛事，0到100花了5.2秒，100到200呢花了4分32秒，果然是靠氮气才能推到200。我们看看这台 A186 损伤程度如何，前面的真的是烂的蛮多的啦，两边其实好像还好哦，两边的钣金还 OK。那屁股后面呢也是有点凹凸不平，就前面受损最严重这样子。不过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刚性不错啊，你看撞成这样子整个车没有萎缩，它竟然还看得出来是一台车，有没有？就是最外层稍微皮薄了一点，可里面呢感觉是蛮坚固的。我这边开一下引擎盖给大家看，刚刚最前面没有跟各位介绍到它的引擎室哦，它的引擎室结构非常的简单，没有塞满什么东西。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哦，撞成这样子引擎盖还可以给它打开来，真的是有一点厉害啊。那么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热力追气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到我的 FB 以及 IG 按个追踪。那么各位观众，我们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